22日，池昌旭所属社方面表示，感谢等待池昌旭退伍的人们，池昌旭已经顺利完成军役，预计将于4月27日上午退伍。为了不给部队和周边的交通造成障碍，将不举行特别活动，会简单向前来的人表示感谢。池昌旭退伍后也将会以好的面貌与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喜爱。网友纷纷表示，终于等到我们小池，开心到哭了吧，欢迎回来，期待退伍后的池昌旭带来新作品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